说起不老女神，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想到同一个名字，赵雅芝。的确，赵雅芝是不老女神的代名词，62岁依旧美艳动人。近日，赵雅芝和那英同时出现在机场，分别在老公的全程陪同下，可想而知，这两位资深艺人家庭幸福，夫妻恩爱。赵雅芝与老公牵手现身机场，两人恩爱，打扮的也是超有型。赵雅芝穿着碎花衬衣加黑色喇叭裤，整体气场全开，腹部的茶色太阳镜加之松裤领蝴蝶结，飘逸喇叭袖衬衫，看起来十分的减龄，完全像个18岁的小姑娘。差不多的时候，天后那英一家也现身某机场。那英一家三口一身休闲范，老公运动帽、白衬衫、大裤衩，休闲时髦，三人同框甚是幸福。那英身穿一件黑色的 T 恤，下身搭配一件破洞牛仔裤，还戴着一个灰色的口罩，手里提起2-3个包，看有没有像大妈买菜的感觉。在照片中，那英的女儿一直紧拉着母亲的手，虽然看不太清楚小女孩的脸，但是从衣着打扮来看，小朋友还是很可爱的。赵雅芝和那英同时现身机场接拍，反衣品和气质真心差别很大，小很多的那英还不如赵雅芝。其实赵雅芝的衣品和温婉的气质一直被称赞，那英的衣品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被吐槽，近年来衣品还是提高了不少。如今那英已经50岁了，退居一线的她当上了导师，可这张拍与女性友人的照片尽显憔悴。